10月10日晚间，在首尔江南区的某影院举行了电影《Luckin》的 VIP 试映会。《Luckin》是由刘海镇、李准、赵伦熙、林志妍等主演的韩国喜剧电影，该片讲述了成功率100%的冷血杀手因为浴室的一把钥匙而人生逆转成为演员的故事。该片于2016年10月13日在韩国上映。今天有很多大咖来为电影加油助阵，姜智焕身着帅气的夹克登场，尽显干练本色。在综艺《33餐》中和刘海镇结下缘分的孙浩俊也来为刘海镇这次主演的电影加油。유해진 선배님 영화 대박 나시고 영화 재밌게 보겠습니다. 화이팅! 闪烁在我的眼中，以为你就是我的呼吸，永远给这种场合当然少不了刘海镇的好友车胜元的助阵。车胜元和刘海镇在综艺《33餐》中的搭档表现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저유해진씨영화로키오늘 VIP 시사하는데뭐잘될거라고생각하고요아유해진씨할때간주연이니만큼여러분들께실망시키지않은그런영화가될거라고저도생각하고있습니다할때간영화재밌게보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周元贴身休闲长裤搭配帅气的棕色毛衣，尽显暖男气质。玄彬压轴亮相试映会，一身时尚前卫的秋装打扮显得绅士贵气，大长腿细筋，微笑时酒窝十分迷人。네저유해진선배님초대로이렇게오게됐습니다러키같이유해진선배님이랑공조촬영할때도얘기를많이들었었는데오늘드디어이렇게보게되네요재밌게잘보고가겠습니다선배님러키대박나십시오화이팅